喺 CIBC Building 隔離嗰個廣場。咁最 signature 就有呢隻大笨象帶住兩隻小笨象，同埋咧中間咧有一個唔噴水嘅噴水池，至少大部分時間都唔噴水啦。Peacock 之前我都好中意嚟呢度坐嘅，咁而家多咗啲 Muskoka Chair 仲開心啲。以前咧就淨係坐喺呢個位咁樣，有陣時錄片都會喺度。咁啊，呢個係 CIBC Building 啦。呢等啊 ，Scotia 啦，前面等等舊 CIBC Building 啊。咁以前喺銀行街咧，多數咧都係咧呢啲20世紀初、19世紀末嘅 building， 後來先至變成所有都係高樓大廈咁嘅啫。咁啊，翻工頻密咗啊，咁啊，所以咧今日咧就唔食麥當勞做早餐啦，純粹咧就係坐喺呢度咧，咁啊睇下書、品下神，跟住咧。就翻工了。